我们又出来了，憋了好几天，实在憋不住了。今天正好我工作也不多，我们上郊区过来玩会儿，带我们家老大老二感受一下大自然。在这待着了啊，再见。那谁会开车呀？你们走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岛，拜拜。哎，这冷仔上车了，坐好。哟，帽子掉了，哭了。走了，咱们现在打球去，顺顺啊。拜拜，去下一个地方。15 minutes later。溜达溜达吧，这什么地儿？皇宫。二宝出来没见过皇宫，让他见识见识。马德里现在天可是真够热的，今天得有35度，我还好在阴凉地儿还算是比较舒服的。顺顺，你看看这前头，在我后头这儿跑呢，小东西一直没出过门，你看这一出门的撒野了也开始。后边二宝跟他姥姥还媳妇儿，我们都出来溜达溜达。顺顺，你别跑那么快，追不上你了。手不许瞎碰，哪儿都不许碰。对，不能瞎摸，不能瞎碰。游客开始多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武装起来了，戴上口罩，为己为人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该回家了，因为二宝这可能一出来精力消耗太大，看的东西太多，大脑消耗细胞比较多，所以困了就睡着了。我们也不看了，赶紧回家了，因为这太晒了，带着他在这外边晒着，我看一会儿再晒出点什么毛病。回家了。